So 结果，然后结果他愿意，就是从明天开始 try 这样子去做，看、okay、看会不会对他工作上面是有更好。哇、wow ，很好一个督导，是来我建议大家，大家同事之间必须要有互相帮忙，是一个上司下属的关系。是好处是，好处就是人家也会感受到你的上手很正常。哇，谢谢，谢小琪，是来颁证书，来拍一张，是来拍一张，是。又拍到这个哈、哦。Photoshop， 好，来给大家上面。长大了，好，谢谢。